正比级数是什么意思？嗨，我是阿星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室。最近呢比较少拍这个玩游戏，就是因为我妹比较忙。我们今天玩的是歌词听写第二季，上次的主题是排行榜，然后今天的主题是 YouTuber 出的那些单曲，感觉不是很简单。有的听的可能就是群人的这样，大家也可以一起作答，然后你们答对几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第一女生的歌哦，女生。我是白雪公主，天生没有胸部，没有屁股，是个皮奴，穿着衣服，多少大男妹妹都会嫉妒。好长哦！我是白雪公主，天生没有胸部，那跟我一样，天生没有胸部。我们上次有认清，然后什么不穿内裤啊？怎么没有胸部？然后什么？我记不起来顺序。我是白雪公主，天生没有胸部，没有屁股，是个皮奴，穿着衣服，多少大男妹妹都会嫉妒。什么穿上衣服多少大男人都会记？嗯，大奶妹妹啦，等一下，大奶妹妹啦，大男人为什么要嫉妒？答案来啊，来啊！天生没有胸部，没有屁股，是个平乳，穿上衣服多少大奶妹妹都会嫉妒，这样。对，只错一个字，好可惜啊。哪里啊？穿起衣服哦，穿起衣服，不是穿上衣服。好 ，OK OK。来下一首是什么呢？这个你应该要知道了吧？哦。会出哪一段呢？最好给我出这段，对吧？没有歌词这段，来喽。有你灿烂的梦，别找借口。你做你自己，打破他们枷锁。这两句是不是？嗯，好。完全没有疑虑的写下来是有到底有多熟。你用你灿烂的梦别找借口，你做你自己，打破他们枷锁。哎，很夸张哎，专业粉丝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用你灿烂的梦别找借口，你做你自己，打破他们枷锁。专业，我直接背出来好不好？正比级数比背唐诗还快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题我觉得也有点难。我上课不黄氏兄弟吗？那种青春修炼手册，好那一段嘛，怎么办？早餐店的汉堡陪着你的微笑，是我从此不再迟到的诀窍。啊？什么不吃到的？不吃到的绝招啊？早餐店的汉堡，等一下啦，我写的字好丑哦，再次啦，我听不出来。早餐店的汉堡陪着你的微笑。是我从此不再迟到的诀窍啊！陪着你的微笑，我们要带入那个上课的情境，好不好？上课会怎么样？会迟到，那是我才会迟到。早餐店的汉堡配着你的微笑，是我从此不再迟到的绝招。对呢，啊，最后两个字诀窍啊，诀窍哦，绝招有押韵，绝招对啊，很合理啊，我刚刚就觉得绝招非常的合理，听起来一样，绝招。好，第四题是什么歌呢？哦，我们阿嘎。好来喽。好，完蛋了。多久没有跳动的心脏，活在只剩麻痹的战场。我觉得蛮难的。怎么？多久没有跳动的心脏？怎么办呢、啊？等一下，麻痹哦，麻痹的心脏。多久没有跳动的心脏，活在只剩麻痹的战场。哎，我为什么两句会听反啊？第一句是跳动啦，想说怎么会这么麻痹的心脏？是什么笔记本吗？多久没有跳动的心脏，然后什么什么麻痹的战场？答案是多久没有跳动的心脏，活在只剩麻痹的战场。我插活在这两个字，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我觉得这次都是插那种一两个字。好，第五题会是什么歌呢？第五题来个女生的歌啊、哦！啊，女生，我就知道，弟妹，弟妹应该会蛮清晰的。你要怪。
是真的像摇着羊锅，然后什么妖怪不要来阻止我。我是真的像摇着羊锅，都怪你想要来阻止我。妖怪阻止我啊，都想妖怪阻止我，不要管。好、啊，我放弃，我不知道。第一句是什么？第一句是我是真的想要这样。对对对，都怪哦，都怪哦。你想要来，你想要来阻止我。欸、我的好难哦，妖怪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你应该都知道哎、欸。全全宇宙，哎、欸，你对我很好哎、欸。来喽，哪一段、啊？像战士一样为爱静静守候。希望我记得起来，等一下哦。像战士一样，哎、欸，你约翰们哥都要给我正比级说是什么意思？追寻自我，千年等待的自由。太夸张了，现在要挂号不能。像战士一样为爱静静守候，追寻自我，千年等待的自由。好没有成就感哦、啊！哎呀，总是要全对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对的啦。第七题，这首我也觉得你好像写得出来。我有太极点。Come on, come on。南沙中洲礁钓鱼台龟山岛，请问是谁记得起来？哎、欸，我应该从头说，我以为你有背、欸，我没有背，我为什么要背？这跟啵啵啵啵嘚嘚嘚一样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记起来。我要从什么什么东澎湖钓鱼台龟山岛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东山南沙中洲礁钓鱼台龟山岛，什么礁？什么叫满月礁？什么移花东澎湖？东沙南沙中洲礁。南洲。一平移花东澎湖，东沙南沙中洲礁，钓鱼台龟山岛。但是我不知道字对不对。对啊，对哈，那就好。哎、欸，龟是对的吗？对啦。我有写对。我写一个超大龟给你看。来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！我会写龟，好棒哦！我本来要从那个北星，怎么可能进去？第八题，最后一题，对，最后一题了。三元，三元，一二三元，三元来往，来啊，嗯。好奇很好，谢谢很开心，好啊，需啊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只听得出来这个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反正就是台湾人的口头禅。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，觉得非常感动。真的假的？有种推广台湾的感觉。啊、再一次，我前面听不出来。好奇很好，谢谢很开心，好啊，需啊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第一句完全听完，好啊，去呀、啊。你一直在第二句，嗯，然后第一句我怎么，哎，哼哼，怎么怎么很开心，接下来啊，天气好不好？谢谢，很开心，好啊，去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，好难的、哦。公布答案，好吃，啊、好喝、啊，好棒，啊、谢谢。很开心，好啊，是啊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是啊，好可爱哦，好难的。我们一直不在 KKBOX 上架，我一直很想听。他就是教日本人讲中文，而且是很实用的日常中文。我总共全对的，就是这群人的就两题，傻眼。然后其他呢都是错一点点啊，听起来是还不错。其实 YouTuber 的咬字还蛮清晰的、啊。那大家答对几题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？这真的很有趣耶！好，那下次听写还想要听什么，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游戏主题，也可以跟我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阿星的游戏室。喜欢的话就记得按订阅、分流、看影片，然后追踪我 IG。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